你要说，顾公，不是你要倒过来讲，少一次你就这样。如果他没来，所以交朋友要小心。像我记得我国中毕业来台北工作，我妈就告诉我说什么，你有没有成功，有没有成名立万，不重要，是千万不要交到坏朋友。如今呢，功不成，名不成，低不就。坏朋友一堆，妈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来，我觉得这个衬衫好看，对，格子衬衫。我觉得这件外套其实也不错。嗯，结果但是全包，但是白色的真的不好顾了，对啊，很容易黄掉。哎，都没有没有，它已经，它这个其实是像这个有点米黄，嗯，这还好。你的意思是它已经是放很久了吗？不是啊，而且很自然，它米黄色的，它是米黄色，所以它会越放越黄。越黄。它只是增加的饱和度，它不会影响它的外观。我们的谈话到底怎么了？该死甘死都不是，相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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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的所在。我就该逼你儿上厕所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